不过无尽或许也能出，尝试一下吧先。这个构造我感觉不是很好构造，三项加这个永文感觉不是很好构造，三项还要永文。永文现在可以裸三项吗？再尝试，别急，等我试完之后好吧，等我试完之后。等我这把试完之后，永恩走边不如打野，盾弓我感觉盾弓的话应该不太需要，不如无尽了。我如果再补一件装备的话，因为现在神盾不用出的情况下，要一件替补装备，我现在没有想好是哪一件，因为三项神盾两个东西呢会控制那个效果会抵消，这卡的应该要死。他黄我开大，这样他闪也跑不了。他黄牌我就开大就完事了，这种出装的话第一件就不用那个了，第一件就不用出鞋子了，直接保开跳了。我开播好晚没办法呀兄弟，我白天要训练呀。我队伍印象最多就是各种假赛。那你真的太懂游戏了，什么都给你懂完了。队友很惨啊，海妖还现在没感觉到有多好用，可能因为我攻速不够快吧，还不是很好触发海妖。算了，我先杀了，就这样吧。现在不带这么久，我在尝试而已，尝试实验一下，因为新版本我总要实验了才能知道，知道吧，这种都要自己尝试一下。我直接这把是裸的三项，因为三项线比较便宜，然后海妖也增强了，然后带一把海妖试一下。没这么远，给拉脱了。Q 一刀野怪有个300血，有400血，第一波伤害看样子还不低嘞。这样的话，我第一波伤害感觉看着不是很低，因为破败那种的话需要一只 A， 这种的话感觉就有爆发的。我一下就闹，我忍不住啊！我蹲几个刀，老多两次。你下给不到吗？他肯定是水银血吗？打不到啊。外国的是不是反应？
摇队怎么可能给？现在还感受不到这一套我的那个新思路，看看还不知道怎么样。刘老买的最贵呀、啊，那隔壁几只要买。哎呀，还是走不了。这个三箱看起来不是太好用啊，说实话。有把握也没把握，没把握，不好用，感觉不是很好用，没有我那套感觉，用的看吧，就大家看吧。我现在工作学出来应该会好的那种。感觉现在应该会好一点，因为我刚刚没工作时间。马上不是你妈逼的突然情报泄露了呀，在他妈逼在挖人一样的。我本来想干了你妈的，我也想这里致命节奏也能杀他，因为我状态太好了。要不别就这样办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也没什么毛病。这波跟这个出装天赋也没关系。我也想办你，你啦，你变态，你知道吗？太变态了，我的天！这波感觉也跟这个海妖三下没什么关系，我只能用没什么关系来形容。感觉也没什么关系，也没什么关系。虽然还是在杀，但是我感觉这个三项加海妖目前还没感觉到有好不好用，不是很好评价。没有海妖不好用的，因为我致命节奏叠起来的话，每一下平 A 都是收益，这海妖的伤害感觉不是很需要，知道吧？海妖应该不能带，但三项的出装我不确定能不能，容我再试一试。小炮0-5了，已经0-5了。这我开播第一把，兄弟们，我来尝试一下出装跟那个天赋，尝试一下。海妖感觉不是很好用，还是不是很好用。有人带海妖，我还是不知道收益在哪。征服者克的致命节奏都可以，都比这个好用。算了，我们伤害打不死。这他要打肉，但是致命节奏打肉我感觉也够快的。在干嘛？这怎么都也去拉屎呢？这样子，捡了墙，加了5攻击力，然后捡了点钱。看不清楚，我还是只能说看不清楚。
这把不用看出装，我在尝试，在尝试，在尝试出装而已。这样的话只能出无尽了，我感觉。做无尽四千了。无尽完了，来个黑切卡就行。他感觉黑切都不用出了。那个威还没走，还在那蹲着，我是恐怖。我想了想，黑切也不用出了，因为三项已经把那个黑切神分两个东西全部包括了。他交易了，没接到。不过他已经被蝎尾四大招了，盾弓是增强了，但是我感觉还是不如出无尽吧，不然那太狗了。因为这一个三项就等于把那个。把我的那个神分加那个全部都给概括了，这神分黑切两个东西都跟三项重复了。破败我感觉也不用出了，因为之前是破败是因为没有攻速装嘛，现在的话三项代替了个破败，如果这样代替的话也不用出了。最后一件的话应该是复活甲了，感觉这种构造还是没有以前的永恒舒服。以前的永恩还是玩的舒服一点，看样子。这个构造呢，感觉不如以前。等人家再开发一下，我再偷一下吧。你看后续有没有高手发一下他的思路，我让我偷学一下。海妖感觉是不太舒服的，用起来。没什么感觉，还要用起来。西安刀肯定出不了，西安刀的话，感觉不是很适配。哎呦，就给一波了。一波了已经，哎呀，真的服气哟！那来吧，一波应该也能一波，这人不回来就一波了，大把最高地就来打大龙，不过打大龙是最稳的选择。天赋带的攻速，当然不够。Q 触发三项 ，Q 怎么会不触发三项呢？看到没，已经触发了。但感觉还是没有我以前那种好用啊。反正天赋我肯定不会再试海妖了，海妖天赋的话肯定不是很舒服，海妖天赋用起来我感觉不算舒服，天赋我可能会改一下。我看起来好像伤害也挺高的，我有点看不清哦，但是我不想再试第二把了，只能说这个流派后续也可以用。